小姐，一个人吗？不会无聊吗？很无聊的聚会，想不想去呼吸自由的空气？对不起，我到门口等你。今天玩得很开心，谢谢你。那你要不要进来喝杯茶？哎，王先生、王太太，今天要去哪里玩啊？新夫妻关系蜜月没有截止日期。Savrin Inspire。